主料蜜糖五根，辅料洋葱三分之一个，孜然一汤匙，酱油少量，盐少量，鸡精少量，姜少量，红辣椒一个，洋葱切丝备用，红辣椒切小段备用，姜切丝备用。每个你长切成三段后，再分别切成两半。锅中放油，油热后放入姜丝和辣椒段，出香味了进行下一步。把洋葱丝放入锅中，加一点酱油，放少量盐，炒。炒一会后放入泥炒，出锅前加一汤匙孜然，炒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开吃吧！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